为什么我会跟你们这届讲话，是因为我讲的都是事实，然后我每一次都拿 paper 出来要给你们看，因为都是事实。他都不说，他不讲话，因为他其实都是在骗你们了，也请别人来骗你们了。然后我很有自信的会去告这些人，郎菊云，我会告你，窦智孔，我会告你，你在我女儿的面前叫我垃圾，汤小姐，我要去监狱，真的太过分了，我从来没有家暴。加拿大、台湾完全没有间距，我有家暴；有间距，我没有家暴；有间距，他们在骗。